来，同学们，是吧？我们开始了啊，课程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切换一下画面。来，同学们，在这里面能够清楚的看到王浩老师的手，并且能够看到画面的同学，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来，同学们，能看到老师的手是吧？并且呢，能看到画面的同学啊，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是吧？在这里面，我给同学们说一下哈，可能南北方吃粽子的差异不一样。是吧？有的地方吃粽子是蘸酱油，哎，有的，文浩老师有蘸酱油吃的吗？有，有的地方呢吃粽子的时候是蘸白糖，有的地方呢里面包的是肉粽，是吧？有的地方包的是蜜枣，有的地方包的是豆沙，是吧？有的地方包的是八宝粥，是吧？那个叫，哎呦，还有包蛋黄的，是吧？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我们针对于蘸红糖吃的是吧？所以说今天直播间里面，我们针对于粽子到底是甜口还是咸口，我们不追究。为什么不追究呢？因为文浩老师画的粽子都没有剥开的，剥开的同学们就开始讨论了。老师，我们是吃甜的，我们是吃咸的，是吧？你这个画的里面有没有腊肉，有没有蜜枣，咱们不讨论。行不行？来到王浩老师的课程，咱们呢，就是让他内有乾坤，但是呢，外皮都是一样的，证明呀，是吧？我们都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有的一点点的些许的不同，但是呢，是吧？都是，对吧？都是华夏的儿女，是吧？所以说呢，今天呢，跟着王浩老师，咱们呢，直接来绘画，其实很简单哈，粽子很简单，一点都不难。是吧？所以说呢，文浩老师就带领同学们，咱们直接去画就行，好不好？一点都不难啊。那只要调一个绿色，咱们画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呢再勾勒几个小叶筋，是吧？它就成了。那看着跟着文浩老师，咱们看看到底怎么画，行不行？首先呢，你得先挤颜色啊，挤什么颜色呢？咱们在这个地方看一看啊。我们先挤一个藤黄，哎，在这地方挤一个藤黄。挤完藤黄之后呢，咱们再挤一个花青，那个地方挤一个花青，藤黄花青啊，我们挤的稍微多一点哈，藤黄花青我们挤的多一点哈，又看到文浩老师的小胖手了是吧？哎，欢迎你哈，欢迎我们的这个叫是暖吗？文浩老师有点看不清是吗？后面暖木 YY 是暖吗？啊，文清同学、君子兰同学是吧？李宪明同学、帅华小帅同学、男子墨同学、懂事儿的你、苏志宏、静静以思同学，欢迎你们！人数太多了，王浩老师就不一一的去念名字了，好不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到底怎么去画呢？首先呢，我们先挤出这三个颜色，挤好了没有？挤好了，给老师啊回复一个数字一，行不行？我们接下来用到的颜色就是。什么呀？哎，我们说一个三青，一个花青，一个什么呀？一个藤黄。哎，挤这几个颜色就行。啊，挤这几个颜色就行。好了吗？哎，好了之后呀，是吧？咱们先来画什么呢？我们在整张纸上打一个横中线和竖中线。你先知道整个的一个粽子在什么位置，对吧？我们这个是一个整张纸打一个横中线。打一个竖中线，找到正中间的一个位置，找好这个正中间的一个位置的正中间往左，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开始去绘画，能明白吗？哎，往这儿瞅，往这儿看啊，同学们，往这儿瞅，往这儿看。老师，文浩老师的粽子是煮好还是没煮好，是吧？不告诉你是吧？哎，天机不可泄露，是吧？来，抓紧时间，我们开启今天的一个课程啊。那首先呢，我们先用点儿，花青调一调，加点藤黄，调成一个绿色来，是吧？调成一个绿色来，调完这个绿色，稍微加一点三青在里面调一调，是吧？哎，藤黄加花青调出这个颜色来，来跟着老师啊，咱们抓紧时间，什么笔？大号的一个尖号笔，中号的一个尖号笔都行，拿中号的吧，同学们拿一个中号的吧。拿一个中号的尖号笔吧，好，调完了，好，你看调出一个绿色来，调出一个绿色来，是吧？在这地方，啊，藤黄加上一个三青，加一个花青，颜色呢配笔都差不多。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在前方来一个用笔的方法呢，很简单，
你看，用笔的方法很简单，不要画太大啊，画一个稍微小一点的，不要画太大，是吧？看到，用笔从这儿，哎，先往上，按笔，侧锋下压，先这样来一笔，是吧？一个三角形呢，我们其实怎么去画呢？我给同学们简单来说一下，一个粽子呀，你要处理完之后，它其实是这样的，是吧？你看这个粽子，其实你想把它画明白，它其实这一条线，是吧？这一条线，这一条线，它其实是一个，三角体，是吧？三角体的一个形状。所以说，咱们刚开始画这个小面儿，能明白吗？先画这一个小面儿，这块同学们能听懂呀，是吧？好，能听懂，我们就开始绘画了啊，是吧？很简单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目的是画这一个三角体，是吧？三角体。哎，开始了吗？开始了啊，直接就开始画了，没什么，这张画没什么太复杂的地方，是吧？加上，这块呢，写一笔，包裹栏，大笔处，咱们先把这一个面儿，我先给它处理上。来，同学们，这样子，哎，你往这儿看哈，咱们在这里面先画的哪个粽子？我给同学们稍微的定一下位置，我们其实是画的是最前面的这一个小粽子。是吧？最前面的这一个小粽子，能明白吗？好，同学们能跟上吗？能跟上吗？中线在哪？中线大概在这个位置，是吧？好，处理完了之后呀，你看，压过来。处理完了之后呀，紧接着我们再去怎么处理呢？哎，从这儿压，压，把它画成一个类似于小三角体的一个小粽子，看到了没有？是吧？很简单啊。先画一个三角体，你一定要，咱们今天这个粽子稍微的细致一点，不像你说文浩老师啊，是吧？这个粽子不简单吗？你看我这样的画，你看对不对？哎，我看到抖音里边看到网上有人这样子画，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过来想请教你一下啊，人家教的，一个，往这一包，这个字，是吧？画完了，画完之后呢，在上面呀，人家勾勒了一个。是吧？小花纹，这样的，一勾勒，是吧？一勾勒，小粽子就画好了。王浩老师，这个对吗？这个对，是吧？对。但是呢，今天呢，王浩老师想给同学们画一个细致点的哈，想给同学们画个细致点的。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稍微细一点的哈。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说王浩老师，我今天跟着你的课程，我画一个三角形加几个小线条，是吧？我就画完了，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是吧？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哈，今天王浩老师教给你的这个小线小粽子就是稍微细一点。好，处理完了之后呀，你看这个粽子处理完了之后是不是？哎，这个粽子处理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呢是拿一个花青。藤黄是吧？三青，我们再用勾线笔调一个稍微重一点的绿色。哎，在地方花青啊稍微多一点，调好这个重一点的绿色呀。我们干嘛呢？我们在上面啊稍微给它扫一扫，是吧？稍微给它扫一扫，把一粽叶呀的线条我也给它加上，是吧？其实呢，文浩老师啊。我们粽子呢，虽然是用写意的方法，但是呢，文浩老师今天呢，教给同学们画一个类似于小写意一点的粽子，是吧？小写一点的粽子，在这里面呀，是吧？我再给它勾勒点小线条，让这个粽叶的感觉也给它体现出来。这块同学们能听明白吗？是吧？哎，同学们，如果是大笔触的画一个小三角形，上面加一个小线条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呢，文浩老师今天呢，想给同学们画的更细致一点。同学们能听明白的，你给老师回复两个字"明白"，行吗？能听明白的，你给老师回复两个字"明白"。哎，我在教同学们什么？我在教同学们，咱们把这个粽子咱们画的细一点。老师再把颜色你讲一下，简单爱生活可以的啊，就用这三个颜色，花青、藤黄，是吧？加三青，是吧？哎。刚开始画呢，藤黄、花青、三青的颜色配比差不多，然后呢，接下来勾这个线条的时候，让它的花青稍微多一点就行了，对吧？就行了，很简单啊，不难。好，紧接着在这地方我们再来，这个粽叶呀，这块的粽叶是这样子给它去处理的，是吧？好，两个粽叶我们都处理完了。是吧？老师画哪个？再给同学们说一下哈。老师，我现在画的是哪个？画的是这一个正前方的这一个，好不好？你看
这样子，我们这个叶子它的一个这个粽子它的一个结构，我们就给它包好了，是吧？各种的一个结构关系。好，紧接着再来，我们调一调啊，调一调重的，哎，调一个重的颜色，干嘛呢？我给它穿上一个小绳子，从这儿，哎，包裹过来，哎，往上绕，包回去。你很简单嘛，是不是？哎，往上绕，往下走，很简单的一个小粽子的一个感觉。哎，给它加上点小绳子。好，加完小绳子，绳子在哪呢？绳子在这里面。那我给同学们再来画一画这个绳子。绳子它是怎么会画呢？我们不用别的颜色哈，直接还是用这个。可能我买了一个小蓝绳啊，它是怎么包的呢？它从这儿，哎，带过来，哎，往这儿包回去，然后呢，从这儿再下来，哎，包回去，然后呢，多加点小绳子，感觉绳子非常多，是吧？绳子非常多之后呢，是吧？我们再拿，再怎么来呀？你看，从这里面，感觉呢，打一个小结就可以了。这个打结的方式，同学们能听明白吗？就是拿一支勾线笔啊，我们细致一点，是吧？在里面，哎，想画一个小圈，我先在这儿绕过来，是吧？绕一下，同学们，这块能听明白的，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明白。行不行？绕线条绕出来，它这个结构能听明白的，你给老师回复"明白"两个字儿哈，好不好？同学们，来，能跟上吗？这一个小粽子在我们整个画面里面，我就绘画出来了。能听明白、能跟上的，你给老师回复"明白"两个字儿，行吗？好的哈，非常好，没有什么太难的哈，没有什么太难的。我们所有的粽子画的时候都要记住，它又是有两个面儿，然后呢，把线条给它。勾勒上线条呢，咱们稍微的，如果这个竖着的，这个就横着的；如果这个是竖着的，这个就是横着的，让它稍微有点对比关系，好吧？这一个小粽子，非常精致的一个小粽子，我们就画好了。线的颜色是花青稍微多一点，藤黄和三青就稍微少一点。我再给同学们来捋一捋啊，是吧？再给同学们来捋一捋啊，是吧？哎，线的绳子呢？哎，我们就让它什么花青。多，藤黄就少，哎，这块的一个颜色呢，这块的一个颜色呢，我们就让它藤黄花青是吧？颜色呢差不多，哎，线因为重，我就花青多就可以了，是吧？好，咱们话不多说啊，处理到这儿，我估计同学们都还是能够弄明白的。那咱们紧接着继续哈，因为今天的粽子还是蛮多的，是吧？我想给同学们包了几个粽子，上方就挂4个，下方是5个，9个粽子，九为满，是吧？为什么要画9个粽子？九为最满，也是我们哎什么哎这个中国文化里面九这个字的也是最满的一个字，是吧？最满的一个字体。所以说呢，我把众多的粽子赠给直播间里面的所有同学们，行不行？好，咱们紧接着再来哈，哎，调一个啊，调。画哪儿呢？是吧？我们画在这个粽子的后方，你看，稍微调在后方一点，用笔方法呢和这个差不多，还是哎侧锋哎压下去，好，不要太大，是吧？一笔压过来，哎，不要太大，然后呢再笔压下去，哎，压下去，好，再往下压，好嘞，处理完了，处理完了之后呢，紧接着稍微加一点点的藤黄，给它改改颜色。嗯，感觉是在这个小粽子在它的后面的，是吧？在它的后面的，能明白吗？怎么调色？我再给同学们说哈，怎么调色的问题，就是藤黄、花青和三青，是吧？藤黄、花青和三青，咱们去处理，好吧？好，处理完了之后再来啊。咱们稍等一下，把所有的粽子都画完。再给同学们去讲，行不行？再给同学们勾上面的一个结构。我们画两个面儿啊，这是一个面儿，另外一个面儿，大概呢形态呢就是类似于一个三角形。好，调整完了之后，再给后方我再加一个。哎，后方这个粽子呢是摔倒的，它是倒着的，是吧？倒着的，我们去处理的时候，你看从这儿，压过去，下带，倒着呢，尖儿往下走。是吧？但是呢，越往后的一个小粽子，
咱们让它稍微的淡一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呀，该加水的加水，该加藤黄的时候呀，加点藤黄。你看，哎，这个粽子咱们让它不规则一点，是吧？哎，姿态呢稍微有点变化。来，同学们啊，这个粽子和这个粽子的结构关系，你能跟上吗？同学们，可能呀，你看这个粽子是这样的摆着的，这个粽子这样摆着，这个粽子，哎，我倒下了，这个粽子我包的时候呀，文浩老师包的时候呀，是吧？把它包，位置包小了，哎，咱们包了一个稍微偏长一点的。同学们能看懂吗？哈，来来来，同学们，你能看懂能听明白的，你给老师啊回复一个数字二，是吧？并且能跟上文浩老师的，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是吧？倒怎么画？我给同学们再做一下哈。没，其实你们都把它想的太难了，它不难，是吧？你看啊，啊，倒着的怎么画哈？就是我这个笔，是吧？就是我这个笔从这儿，哎，下压往上，往这带一笔，是吧？这块呢再加一个，哎，粽子你大概这样的想的去看啊。然后后方呀，我加了过来了，这块呢让它稍微的长一点，是吧？这个粽子感觉这样看它舒服，是不是？哎，它就是倒着的了，是吧？然后大笔触哈，慢慢的往下去压啊，类似于一个三角形，但是呢，也别把它画得太像三角形。你说我如果把它画得太像三角形了吧，它又显得又死板了，是吧？所以说，同学们，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给同学们教这种粽子？你看哈，为什么不给同学们教这种粽子？我们说，哎，有那个视频里面，可能同学们看视频的时候，有人说，哎，粽子很简单，画个三角形，涂满它，哎，一个粽子我就画完了。其实这种粽子我觉得太简单了，是吧？我们大鹏教育课程里面，如果这样的教呀，一会儿我就给同学们画完了。所以说呢，想给同学们画一点难一点的、复杂一点的、多变的。我们说一张画面呀，要想体现出它的，是吧？它的丰富度一定要多变。比如说啊，你看呢，这三个粽子是吧？感觉还是稍微重一点的。我这个时候如果在后面我再加一个粽子，我怎么变？我加点水，哎，加点藤黄，哎，调一调，调一个嫩嫩的，哎，是吧？调一个嫩一点的，是吧？再调一个呢，颜色。含量不是那么多的，水分稍微偏多的，哎，若隐若现的藏在后面一个，是吧？你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不是？哎，藏在后面一个。好了，感觉这是吧？四个粽子挨得紧紧的，是不是很舒服？来，同学们，能跟上文浩老师吗？能跟上文浩老师吗？哎，能跟上文浩老师，你这个时候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三，你这个时候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三。有同学可能会说了，是吧？文浩老师，是吧？今天我画的粽子，我们正式课程里面教粽子吗？有同学可能会问啊，老师，正式课里面教粽子吗？我可以斩钉截铁的给同学们说，正式课程里面不会教粽子。为什么？因为粽子的笔法太简单了，但是呢，想把它画好其实也不难，粽子技法比较简单。我们是需要同学们国画呀，要想系统学。今天啊，说白了哈，王浩老师来这儿，为什么给同学们画个粽子，就是应个景，应个景，是吧？但是呢，同学们如果是想系统的去学习国画，一定得从哪开始学起？有同学们知道吗？一定是得从哪开始学起？如果有同学知道，在弹幕区里面给老师回复一下。我们如果是想系统的学习国画。是吧？是不是一定的？哎，是吧？喵了个咪，同学说得从梅兰竹菊学起。对的，为什么我这样说？有同学说文浩老师真的假的？真要从梅兰竹菊学起吗？是的。为什么要从梅兰竹菊学起？我在这地方我给同学们简单的说一下，是吧？我们的，我们说学数学先学什么？同学们知道吗？学数学要想把它学好，先学什么？一定是先学加减乘除，学语文也学，要想学好，先学生字，学国画要想先学好，一定要从梅兰竹菊学起，因为梅兰竹菊才是国画之根本，它里面讲究的用笔用墨，是吧？基础的笔法墨法是吧？这儿是同学们一定要把握住的。那为什么我讲梅兰竹菊？如果是你说文浩老师啊，我看到。其他线上的机构也有课程，
是吧？或者是呢，你会发现呀，是吧？嗯，我们说，说的是其他的一个抖音这些短视频的还平台上面呀，哎，如果也有课程，同学们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清楚。如果他的基础课程呀不是梅兰竹菊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文浩老师上大学的时候呀，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第一门课程就是梅兰竹菊。学梅兰竹菊呢，一定要学芥子园。芥子园是什么呢？芥子园是古代皇帝的用书啊。为什么我在这里面反复的给同学们强调这个问题呢？就是想告诉同学们，是吧？哎，我们如果是同学们想自学，或者是想自己系统的去学习，是吧？一定要从芥子园里面的梅兰竹菊先去学起，好不好，同学们？是吧？这是给同学们提的一个醒啊。很多同学说，文浩老师，我自学，我觉得最近进步很慢，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给你指条道路，要从梅兰竹菊开始学起，好不好？接下来呢，有同学说，为什么要从梅兰竹菊开始学起呢？因为呀，第一个。哎，梅兰竹菊里面的兰花的一笔长、两笔短、三笔破凤眼，是我们构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知识。兰叶的提按是我们之后所有课程、所有绘画里面的基础用笔。梅花的枝干是我们后面所有枝干、藤蔓枝干的基础。梅花的花头是我们后面所有花瓣的一个基本的用笔，是吧？哎，那个叫什么？菊花的叶子，菊花的叶子也是我后面之后所有的大叶子里面的一种用笔都是从这里面走的。你说我想把老师，我想把山水里面的树画好，梅花你画不好，后面的树你画不好。老师，我想把芦苇画好，兰花你画不好，后面的树你也画不好。能明白吗？它是一脉相承的，好吧？在这里面我们继续走。给它加上，是吧？把这几个大的一个方向，我给它先加上，给它写几条小线条，然后呢，在这里面慢慢的，是吧？我们说这个粽叶呀，离近点是吧？好的，粽叶呀，有很多的小花纹儿，粽叶呀是有很多的小花纹儿。如果说同学们说。文浩老师，哎，我学习的时候呀，我就特别喜欢牡丹。我估计文浩老师是吧，课前画的这个牡丹呀，大家特别喜欢是吧？文浩老师课前画的这个牡丹，同学们喜欢吗？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给老师回复喜欢，是吧？文浩老师，这种牡丹我特别喜欢，而且呢，你还是直接写生的。我上来我能直接写生画牡丹吗？我上来我能直接就学牡丹吗？是吧？有很多同学们有这个问题，老师，我喜欢画孔雀，是吧？我上来我能直接画孔雀吗？哎，我给同学们说，都不能，能明白吗？都不能，也不是说不能，也能，但是你学的不会太好，不会太精，不会太专，燕寒老师的牡丹画的特别棒，是吧？燕寒老师画的牡丹也是有他自己一定的风格的，是吧？他在我们的。哎，整个的一个花鸟组里面呀，哎，画的牡丹真的是也是数一数二的，被我们称之为牡丹小王子，是吧？燕寒老师的牡丹呀，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灵性，所有的用笔啊都是，哎，这块儿我给同学们简单说一下，可能是吧？可能有同学可能会说了，文浩老师、燕寒老师的牡丹也很好看，是吧？同学们还喜欢谁的牡丹花？还喜欢我们花鸟里面谁的牡丹花？都可以在弹幕区里面给文浩老师来说说，是吧？还喜欢谁的牡丹花？车富老师的牡丹花你们喜欢吗？燕北老师的牡丹花你们喜欢吗？都可以和文浩老师来聊聊，是吧？同学们还喜欢谁的牡丹花？燕北老师的牡丹花，还有林夕老师的牡丹花，还有吗？哦，青柠老师的牡丹花，苗木老师的牡丹花，还喜欢谁的牡丹花？还喜欢香怡老师的牡丹花？还喜欢三十老师的牡丹花？可能小白同学可能会说了，
是吧？可能小白同学可能会说了，哦，还喜欢文强老师的牡丹花。可能叫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小白同学可能听不明白，王浩老师，是吧？以后花鸟不是你花，不是你教吗？是吧？啊，然后还有一同学想问一下王浩老师，是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吧？哎，怎么有这么多老师？哎，我们大鹏教育打造的是上百位的教学团队。什么叫做上百位的教学团队呢？我在这里面，我给同学们简单来说一下。我们大鹏教育到目前为止啊，是吧？教授的老师啊，有上百位之多，分别呢分布在北京、山东济南、成都和武汉这四大教学总部基地。然后呢，是吧？每位老师呢，因为我们是吧，想把更优秀的课程带给同学们。其实这个优秀呀，一定要代表着什么呀？生物的多样性、绘画技法的多样性，对不对？是吧？如果不是因为生物的多样性呀，是吧？我们的地球也不会这么的美好。如果不是绘画技法的多样性啊，我们的艺术市场也不会那么的活跃。所以说，我们大鹏摒弃这一点，是吧？在全国各地招收优秀的老师，然后带着同学们干嘛呀？是吧？我们给同学们招收非常多的优秀的老师。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呀，上课的时候叫做几百家之众场，很多老师的课程你是都可以看到的。当你都能够看到以后，你再去专项的去学习，最后呢，是吧？同学们，你想一想，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哎，是吧？我的绘画水平，大鹏教育的老师我谁都不像，我最后像我自己。哎，最终是吧，咱们说白了，是吧？齐白石就是因为变法才绘画，才有了现在的一个名气。咱们同学们自己以后是吧，看到齐白石，我记得齐白石现在拍卖市场上拍的最高的12条屏的山水画，12多个亿，你们急不急？文浩老师都急了，是吧？我希望咱们直播间里面这好几千人，咱们以后也能够成为下一个齐白石。所以说，一定要有生物的多样性，之后呢，咱们这么多人里面，咱们也出个是吧，2个3个像齐白石这样的，咱们也上苏富比，是吧？咱们也上苏富比，咱们也拍得高一点，那多开心。好，咱们紧接着继续啊，我再给同学们说，就是很简单哈，大笔压下来分成两个面，把粽子给它画出来，然后呢整支笔多蘸点花青，多蘸点花青调得重一点，整支毛笔蘸点花青，三青调一调，毛笔里面的颜色就重了，是不是？重了之后呢，是吧？哎，咱们从这儿压过来，哎，你看，让这个小线条，你在搭这个小线条的时候呀，要有长有短，是吧？要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吧？有多少人说啊，老师不敢成为齐白石？哎，有什么不敢的，是吧？想想做梦，这个问题还是要有的。不想是吧？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吧？不敢想的是吧？还同学，那是不行的。好，咱们紧接着，你看把他的小绳子给他加上，很简单。在这里面，给所有的是吧？给所有的小粽子，咱们来个五花大绑是吧？今天谁都逃不过啊！咱们一点点都给他加上，穿插起来线条，处理起来，这个呢可能看不到了，是吧？就身披一个，老师躺下的不会画是吧？躺下的怎么画呢？躺下的很简单是吧？你就这样子用笔就行了，让它稍微长一点，好不好？这五个粽子同学们画完的能跟上的，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5，很简单啊，是吧？这五个粽子你能画完的，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5。今天也是端午节了啊，是吧？同学们，你们可跟可不跟没关系。有的同学说，文浩老师今天呀，就想和你聊聊天，就想是吧，在端午节这一天呀，和大鹏教育所有的同学们咱们一起度过，那就放下手，放下毛笔，咱们就不画了，跟着文浩老师，是吧？如果你是刚来的，你来感受一下我们大鹏教育的热情，是吧？感受一下我们这种线上课程的一个好处，都行，是吧？文浩老师今天不要求，但是我希望同学们，如果你真心喜欢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课下一定要找谁？
招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来了解我们的课程。今天是端午节活动的最后一天，给同学们说最后一天，报名领取端午安康大礼包，名额仅有前20个。咱们今天4000多人，5000多人是吧？名额只有20个啊，名额非常少啊。安康大礼包都有什么？来，往这儿看啊。咱们紧接着继续往下走哈。啊，好，咱们慢慢的再加什么颜色呢？我加一个赭石，哎，调一个赭石。加一个赭石，再加点什么呀？我们加一点点的墨，调一个赭墨色，啊，毛笔蘸点这个赭石，往后调，嗯，然后呢，加一点点的墨，调点赭墨色，啊，调点赭墨色，好嘞，哎，就调这个赭墨色就行。好，我吸吸水分。好，你看着哈，我先把这个小框我们给它定出位置。我们老家这个框叫做波兰框子，我不知道当地同学们你们这个叫什么，是吧？咱们把这个下面那个小框，是吧，竹子编的一个小框，我们给它定出位置来啊，从这儿加一下它的左边最长的地方，右边最这边的地方我们定出来，定在这儿，是吧？哎，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来，同学们，定好左右了吗？定好左右之后呀，我往这儿来，再定一下。我要把下面的一个小结构给它加上。你先跟着文浩老师，咱们定点。老师，我有交叉色，不用，不用，不用啊！交叉色咱不用，是吧？交叉色不好看啊。你用什么颜色呢？就用赭石加墨。能明白吗？就用赭石加墨啊。我们怎么绘画的哈？就是拿毛笔啊，点出几点来，把这个什么哎，小扁，你们叫小扁子是吧？我们老家叫波兰框啊，咱们把这块的一个外轮廓，我用点一小点一小点的先给它定出来。同学们能定出来吗？你给它点上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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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点一个点的，你给它点出来，点成一个你觉得舒服的位置，不舒服我们再给它换。你看这块我觉得不舒服，我再给它调整一下。同学们，这几个小点你点出来了吗？点的时候呀，不要点的太重，点的淡一点。调的时候不要点的太重啊，点的淡一点，把这个外轮廓椭圆形的一个感觉给它点出来就行了。点完了吗？点完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行不行？你点完了吗？点完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来来来，同学们，来晚了再画一遍嘛。嗯，我们这是直播课程，没办法给同学们再画一遍，而且时间也有点不允许，是吧？哎，希望呢同学们下一次呢早来一会儿，行不行？那如果有同学说，我那文浩老师，我特别喜欢那个粽子怎么办呢，是吧？哎，我建议同学们到时候呀，如果加入我们正式课程呀，可以让你们的到时候让你们的花鸟讲师给你画一遍，给你做个小视频，好不好？那同学们哈，我希望同学们加入到我们正式课程之后呀，我们正式课程所有的案例，所有的课程都是带回放的，这样子同学们学习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好，这个小点画完了之后呀，咱们先在这边呢，我给他画一个小圈，你看到吗？那地方，哎，我把这边的一个小圈我们给它加上来，左边的一个小圈，左边的一个小圈我画完了，右边的一个小圈我再给它加一加，是吧？左边小圈我们给它加完之后，右边的小圈我再给它加一加，先把两边的圆我给它定出来，对不对？好，定完了之后呀，你看我把纸张啊，我把纸张调小点，纸张调小点，然后呀从这儿走压过去往里收啊，咱们跟着文浩老师哈，你看压过来，哎，画个小圈圈，跟着我们刚才那个小点儿呀，直接带过来，是吧？
下面一个小圆圈带过来。有同学说，文浩老师直播间里面的课程是几点到几点呀？这位玉人新中华这位同学是吧，啊，你是不是怕错过我们的课程，你是不是怕错过我们的课程？玉人新中华是吧，如果是的话，你在弹幕区里面给老师回复一个是。为什么文浩老师单独点你的名字呢？一看就是你刚来。我跟同学们说啊，很多同学啊都是正式课的学生，他们现在呢随时都可以看，没有次数，不像你可能现在是只有16节课的体验课程。为什么呢？他们加入到我们正式课程之后呀，是吧，这个所有的课程都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的，不限次数的看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呀时时刻刻都有，是吧，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多舒服啊。好不好？如果同学们说了，那文浩老师我怎么去是吧，怎么去加入到我们正式课程呢？你现在呢就去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行，好不好？课下找我们班主任老师。好，咱们紧接着呢我们继续。那文浩老师正式课程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正式课程的内容可多了，先从我们的基础入门开始。哦，我在这里面因为这个小结构呀我们再穿的厚实一点，所以说接下来呢我在这多加几个啊，多加几层啊，我们的正式课程呀，是吧，是有先从基础入门梅兰竹菊开始学起，它是有20节课程呀，花鸟山水人物是吧，临摹和写生，它是一套系统的课程。咱慢慢的啊先把这个宽度我们给它加上。同学们，我加了一层再加一层，里面再加一层，外面再加一层，就是其实呢在这个圆上面我左加一笔右加一笔，我就把它的一个什么小的一个厚度的结构我就给它加完了。同学们这块能跟上吗？你看我在这干什么，我拿着藤黄加花青，我一遍一遍的给它扫，一遍一遍的给它扫，目的是干嘛？目的是想把这个是吧它的一个篮筐的一个小边呀边缘呀我给它勾的更硬一些，是吧，勾的更硬一些，好吧。同学们来这块你能跟上的，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3，是吧，回复一个数字3，来同学们啊，这块你能跟上的，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3。哎，能跟上是吧？哎，我一遍一遍的勾的厚实一点啊。好，咱们在这儿呢，整加点赭石，加点墨，调一个勾线笔啊，加一个赭墨色，加一个赭石，加个墨，调一个赭墨色，吸吸水分，干什么呢？哎，我把这个小篮筐呀，我给它，哎，干嘛呀？都给它。结构关系我给它写上，把它的一个细节我给它加上。先干嘛？你看文浩老师给你放大一点，我在干什么啊？啊，我们的小篮筐为什么能够结实的在这地方啊？一定是给它穿插了一个一节一节的，哎，用绳子给它绑住的。今天的小绳子特别多啊，加个小绳子。这小绳子我用的颜色呢是墨加赭石，调一个赭墨色。是吧，咱看哪位同学心灵手巧，这个能够把这个小篮子呀编织的最优秀最好。你看到所有的位置都给它加上。拿几个小线条呀，咱把这个小篮筐的结构关系给它包裹上。啊，很有趣啊，是吧，很简单。一点都不难，很简单，我们给它包裹上。只不过呢可能呀绘画起来的时候稍微有点繁琐了一些。好，这个时候再加点重墨，再加点重墨，在这地方外边里面我给它加几个小线条，把这个竹子的细节我给它体现出来。你看我一框上之后，这个小篮筐是不是瞬间有力量了，篮筐的小边缘瞬间有力量了，对不对？能跟上吗？瞬间有力量了，对吧？咱们把这个小线条一点点都给它加上。有同学说嫌文浩老师教的太慢了。其实文浩老师就是想认真的给同学们，第一个把画画好，第二个呢把课程呀，把课程呀给同学们介绍的明明白白的，是吧？
很多同学们如果是哎，真的是想系统的去学习我们的国画呀，到我们的正式课程里面也能够学得更开心。你看，我们很多的师哥师姐们已经报完名了，就会觉得文浩老师就觉得是吧？文浩老师的话太多，话少点儿，认真去画画。但是你们没有站在初学者的角度，如果你们今天是新来的，对我们课程比较的喜欢，是不是想好好听一听？哎，这个课程到底是咋回事儿？咋教的？是吧？好，咱们在这地方呢，再加点水，慢慢的加一点点啊。然后这个小篮筐呀，我们能够盛这几个粽子，它为什么要放在这地方？如果它是一个平的，它不行呀，是吧？如果它里面啥都没有，一拿起来就跑了呀，是吧？咱们又不是玩套圈，对不对？咱们今天又不是玩套圈，那既然不是玩套圈，是吧？那既然不是，老师，你一定要再画两个，上面还有五个粽子呢。文浩老师过会儿呀，是吧？斯诺鹏，我过会儿呀，是吧？你让我画两个粽子，我才不画呢，是吧？我要画四个粽子，再给你看一看。哎呀，咱们在这地方加个底儿，那加个底儿呢，还其实往里面收一收，不要太往上，是吧？那咱们其实在这里面，你看到吗？但是呢，要淡，哎，不要重，若隐若现的，给你一个感觉就行。一笔一笔的哈，小篮筐啊，它都是一个一个处理出来的。把笔压平，哎，在这地方走，压平，一点点的去处理这个小篮筐。咱们看哪个同学的篮筐处理的好，哎，下方这个小篮筐的深度，看到没有？这小篮筐的深度，是吧？我是不是就处理完了？好，处理完了之后，紧接着深度能处理完吗？处理完了，紧接着咱们在这里面，淡哈，这个时候多加点水分，淡淡的，是吧？看到老师画的不错，了解报名的时间多少钱？育人新中华，你去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行。文浩老师，谁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呀？谁带你来的那位老师啊？他就是你的班主任老师。是吧？而且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那有同学说了，文浩老师是吧？我没有班主任老师，我找不着了。那你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找客服呀，给你申请一位。文浩老师只有今天吗？我明天报名行吗？也行，但是明天呢就没有文浩老师这么多的一个福利了。福利在哪呢？我就今天有很多的赠课程，我在这地方给同学们稍微的说一说，今天呢给同学们赠了非常多的一个优秀课程，就是我们的。助学金呀，可以减免学费呀，加上文浩老师给同学们赠送的书法课程呀，哎，我们说到时候落款呀，哎，你也有着落了，给同学们再赠一个书法课程，再送一个3000节的文人画的课程，是不是啊？哎，嘿嘿，记得哈，找我们班主任老师领取了。还有呢，今天呢再送给同学们一个什么啊？端午节了哈，我们送给同学们一个安康大礼包。这个安康大礼包里面又有什么呢？这个就是秘密了。哎，反正呢，据听班主任老师说，非常的丰厚。压过来，慢慢的走。压过来。慢慢的往下带，哎，下面有个小篮筐，是吧？几个小粽子。哎，同学们，到现在为止，这块能跟上吗？能跟上吗？能跟上的话呀，是吧？你给老师啊回复一个数字六，对的哈，还给同学们赠了一门课程，叫做刺绣课，啊，文人画课程、刺绣课、软笔书法课程，加上我们的国画，是吧？加上我们的国画。好，同学们，这样子呢，你看这块一个小粽子结构，是不是我们就画好了？好，画好之后呀，我稍微等一等再画上面那几个粽子。紧接着干嘛呢？跟着王浩老师，哎，整个画面里面都是绿色。咱们这个里面如果能够再加一点红色，那就太好看了，是吧？如果能够加一点红色，那就太好看了。所以说呢，咱们紧接着干嘛呀？我拿出一支小笔来，哎，拿出一支小笔。洗洗水分，干嘛呢？我们在旁边啊加几个这个叫什么？小荔枝，哎，咱们加点小荔枝，加点曙红，挤点曙红，再挤个胭脂，
几个曙红，几个胭脂。好了，荔枝呀也不全是圆的，它稍微呢有一点点的椭圆，是吧？稍微呢有一点点的，你如果看的话，它是有点爱心形状的。所以说，咱们紧接着整支笔，我蘸这个曙红，你看，慢慢的往后蘸这个稍微淡一点的曙红，吸吸水分，是吧？蘸点这个曙红，好了，蘸这个曙红蘸完了，哎，先调一个重一点的曙红啊。啊，你看在这地方我先给它加一个用笔怎么用呢哈，哎，想画 C 字母 ABCD 的 C 啊，画一个 C 就行，左边从这儿转过来按笔下去，要把笔按下去哈，哎，往下带那个 C 呢偏长一点，这边呢再来一个，很有意思吧，是吧？有人说樱桃吧，哎，它叫荔枝，哎，你想画两个樱桃也行啊，啊都行。我再给同学们，说一说这个笔法哈，从这儿，哎哎，压笔压笔，因为我毛笔是圆，这软的，压笔压下去的时候往下带，上面粗下面细，从这儿再来压笔压下去往下带，哎，是吧？一个小爱心的一个感觉，咱们就画好了，是吧？好，处理完了之后呢，我紧接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就要淡了，这个呢不要那么重了，淡一点。哎，你看这个淡一点，一个重一个淡，他们两个挨得很紧。好，你挨得紧了是吧？不跟你玩了是吧？又来一个呀，你们两个关系那么好，我要跑到一边。这就是国画里面的一个基本的概率，基本的一个规律，叫做主次浓淡聚散。什么叫主次呢？你看它是主，两个吃四，哎，它是聚，它就是散，是吧？它是多，它就是少。这就是我们国画当中的变化，你只有把这个变化你弄明白，才能够干嘛呀，是吧？才能够把它绘画舒服。画着画着街道送来了粽子，是吧？我们说，是吧？还同学可以啊，把街道办的王大姐，我不知道你们街道办的那位是吧领导是不是姓王啊，哈啊，随便说一个吧，街道办的那个王大姐，是吧？坐下来，是吧？和文浩老师一块儿来探讨一下我们国画的魅力，好不好？开个小玩笑，是吧？好，咱们紧接着用一个胭脂调一调，是吧？用一个胭脂调一调，然后呢，吸吸水分。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小粽子上面，你看我加点，我用点卫生纸，这马的大姐是吧？哎。压一压，把它的水分给它吸掉，然后呢用点胭脂，这时候呀多种点，多蘸点重重的胭脂，在这个地方呢我给它点上，你看点点小台点，它就成什么了，它就成我们的荔枝了，你点上小台点，是吧？你看，我们说，这个葡这个叫什么？樱桃是不是没有这个小台点？点上点小台点，就成我们的荔枝了，就成我们一骑红尘妃子笑。哎，我听说呀，最近叫什么？课本又改成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是吧？这首诗句，我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觉得没必要改，一骑红尘妃子笑挺好听的呀，是吧？哎，有没有同学听过这事？好像现在我学习，我之前学习小学当中学的很多诗句呀，是吧？现在很多的用音呀，是吧？感觉现在是吧，好多人都不这么用了。那好，前两天我记得。是吧？看一本书，我读了一首诗，他们说不对，是吧？他们说不对，不应该这么读，改了，而且他改的真的是，是吧？没有任何意义，啊，按笔压下去，就是文浩老师觉得，你说改完之后呀，是吧？小学生是能提升到多少呢？是吧？本来就有两个读音，读啥不行啊？是吧？不知道，有些专家呀，就是。哎，好，画画吧。好嘞，下面加一点小荔枝呀，咱们这张作品，哎，整个画面就，是吧，非常的舒服了。来，同学们，
是吧？这两个小荔枝你能跟上吗？这三个小荔枝你能跟上吗？你能跟上呀？你给老师啊回复一个数字三。樱桃好奇怪，荔枝，妙妙同学啊，哦，廖廖同学啊，是吧？荔枝，来啊，同学们再来，能看到吗？是吧？能看到吗？如果能看到的话呀，是吧？能跟上的话，你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三，好不好？咱们紧接着呢，再在上面呀，我们画四个小粽子，是吧？画四个小粽子，远上寒山石径，好，那个字文浩老师不敢读，我也不知道是啥。好，来，咱们继续啊，在上面再去给他画。哎，这个时候呢，这张作品好玩的地方呀，就是在于呀，哎，加上几个小线条呀，咱们吃饱了，粽子吃完了，干嘛呀？我把它吊起来，是吧？哎，我不知道，同学们，你们当地有没有把粽子吊在是房梁上的一个感觉啊？是吧？不管有没有啊，王浩老师突发奇想，可以把粽子咱们吊起来看一看，是吧？来。调一调，哎，花青，啊，藤黄，调在一起，先调一个稍微偏重一点的一个粽子，是吧？咱调一个稍微偏重一点的粽子，调一调，是吧？好，从这里面我们给它去加，然后呢，先在这地方加一个粽子哈，是吧？咱们调大一点，咱们看一下，现在这地方加一个粽子，先怎么画呢？随便吧，吊着的，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的，是吧？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反的？是吧？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反的？你看的话，哎，揉笔，哎呀，不敢说呀，这个它掉下来之后呀，就会是一个正正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刚开始绘画的时候，不需要给它画一个太正的，你看，从这儿啊往下走。是吧？然后呢，加点藤黄，来往上包裹。这是一个，是吧？这是一个小粽子。这是一个小粽子。好，这个粽子我画完了，你看很简单哈，压下去。你就有同学说了，文浩老师，这粽子怎么画的？不管你怎么画，你就把它呢画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类似于三角形。但是呢，因为呀，是吧？我不相信啊，同学们在直播间里面可以给王浩老师说说，这两天同学们包粽子了吗？如果你包了，你就在弹幕区里面给老师回复一个一；你没包，是吧？你给在弹幕区里面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啊，我估计很多同学都包了，但是你能说王浩老师我包的那个是正正好好、四四方方的一个三角形吗？不可能，是吧？我觉得呀，你的包粽子的水平呀，还不够在超市里面或者是摆摊出去卖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呢，既然它是一个随意的状态，我们大概的一个形状上它成一个三角形，是吧？就行了，能明白吗？大概让它成一个三角形就行了，对吧？有同学说，是吧？拿什么样的颜色都有，这才是最真实的嘛，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不会包都是买的，是吧？你的是吧？你的状态呀、和文浩老师啊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买谁的呢？买会包的同学的。哎，后面的又加一个是吧？后面又加一个粽子是吧？后面又加一个粽子是吧？往下收，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好，慢慢的再来。藤黄加花青，哎，这个呢，我调一个稍微淡一点的哈，这个咱们让它正一点，是吧？规矩一点，正一点，啊，多加点藤黄，这个时候再加点藤黄，藤黄，这个呢，我让它稍微淡一点，三个粽子在空中飘着，是吧？然后紧接着呢，最后呢，上方呢再来一个。写几笔，调一调。我们说现在，有人说，文浩老师，我觉得文化呀被人家侵入了，是吧？其实我想说这个有可能，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咱们的国人呀得有这个意识觉醒，是吧？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得我们啊国人呀，深入的探究到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里面去，我们得系统的学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吧？因为我们说，同学们，我们呢这一批的孩子，我们说，指着书本里面教，指着老师教，我们还是指着别人，真的，我们还是得指着，我们还是想着指着别人。但是其实呀，看到现在我们的人教版的，真的哈，我们觉得人教版的书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说蒙以养正圣公也，谁才是我们什么最重要的一个老师？我们的家长是我们干嘛呀？是我们干嘛？是我们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我们要把最正宗的传统文化传递给他们，对不对？我们要把国学当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传递给我们的同学们，就需要第一步干嘛呢？我们的国人自己，我们的家长自己，我们的爷爷奶奶自己，先系统的死磕自己，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不对？其实话又说回来，话又可能一转画风又转到了我们的广告上来，转到了我们的课程上来。我们大鹏教育其实就是在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中国文化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解读者。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鹏教育里面其实有我们的国画呀、书法呀，我们这样的课程，篆刻这样的课程，我们想再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同学们可能会发现了，文浩老师啊，我们大鹏教育的课程呀，很多老师啊，我上完之后他还会教我一些历史啊、名人呀、一些小故事呀，告诉我徐渭怎么样了，陈淳怎么样了，是吧？明朝明四家是怎么回事？宋朝宋徽宗是怎么回事？谢赫六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啊，气韵生动是怎么回事？哎，同学们，你们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学到过？啊，你们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老师给你们教授传递这些东西？啊，我们大鹏教育很多的老师，课下课之后呀，是吧？不上课以后都会什么死磕一本书。啊，有的还老师，看的是《道德经》，很有意思啊！啊，我记得文强老师看的就是《道德经》，啊，还有的老师呀，在看一些历史一类的书籍。王浩老师前两天在看那个叫什么《考功记》这本书。我们的目的在干嘛？是吧？我们就是想把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国画的形式，因为国画又有颜色又丰富，你跟着我们的课程。对不对？一块儿干嘛呀？哎，一块儿听我们的课，绘画出美好的作品。然后我们老师在这地方碎碎念，我们死磕知识传递给你们，帮助同学们干嘛？建立起完备的中国文化的体系知识。比如说，我会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吧？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呢到现当代的艺术的发展史，我会给同学们讲一讲，简单的和同学们来罗列一下吧。哎，唐朝的以胖为美，很多的作品，像《簪花仕女图》啊、《虢国夫人游春图》啊、《捣练图》呀、《韩熙载夜宴图》呀，是不是？然后到我们的宋朝，你会发现宋朝的小品画、花鸟小品画得到了一个集大成，而且宋朝在宋徽宗的领导下呀，你发现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诗书画印真的，是吧？在宋徽宗的叫那张作品叫什么作品呢？王老师想一想啊，叫《芙蓉锦鸡图》里面第一次呈现出来，以前呢都是落款儿，从来没想到在画上也可以落诗，是吧？咱们再跟着我们的宋朝结束以后呀，咱们会发现，是吧？宋朝以前，是吧？画的山水呀，都是一块大石头。宋朝以前，我给在这里面给同学们拓展一下，宋朝以前画的山水画呀，都是在整张纸的正中间画一个大石头，大大的山石，是吧？放在正中间。可是呀，你会发现慢慢的这种画风就没了。在谁没的呢？是吧？在我们说当蒙古的铁骑，是吧？元朝的铁骑，是吧？把我们的南宋给灭亡以后，你会发现呀，很多的文人，是吧？觉得胡人来了，少数民族来了，是吧？中华文化没根儿了，是吧？所以说国破山河在了，是吧？国破家亡了，是吧？
然后你又会发现很多的画家就开始画马一脚呀，下半边我就画一脚，我就画一半边，是不是啊？就画一小点点儿。然后后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说画的一些山水画又不同了，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好，咱们紧接着再来哈，是吧？咱们紧接着再来，这几个小时送子我们给他画完了，然后呢，是吧？再加上什么呀？后来的到元朝了，又出现了很多的元四家的一些作品，然后到清朝，明末清初，是吧？资本主义萌芽之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是吧？资本主义兴起，是吧？对于我们的绘画，当中西文化，是吧，进行碰撞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一个画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处理？郎世宁的画为什么在中国的艺术圈里面不被什么喜欢啊，被抨击也很严重啊，那在西方的一个是吧，在西方的一个艺术体里面也没有郎世宁的一席之地，是吧？原因又在于什么问题，是吧？其实作为蒙古作为清朝他们的统治者，他其实他们看我们汉族的文化，是吧，和绘画和来自于欧洲的一些绘画，他们看到的一些状态其实差不多，他们会觉得反正都是不是他们本民族的，都是外来的文化，所以说郎世宁能在中国，是吧，能够干嘛呀，能够留住，能够留下来，是吧，能够得到康熙、乾隆、雍正的喜欢的原因其实也在这儿，包括后来的变法说扫尽奇峰、打草稿、陈春、徐渭他们又画了一些作品，是吧？我给同学们讲这些东西是干嘛呢，咱们今天没有时间给同学们拓展来讲啊。其实每一个老师讲的一个知识点呀，都是可以探究起来又讲的。以前的画呀，画家根本不会去卖画，哎呦，卖画觉得哎好没面子，是吧？到了扬州八怪的时候，哪有什么没面子，画画呀，卖画呀，是件多么好的一个事情，是吧？然后经济中心的转移，是吧？经济中心的转移从扬州转到了哪呀？转到了上海，你会看到海上画派的兴起，是吧？然后又会看到什么中国传统的什么宫廷画派，黄金后族，中国学那种非常传统的一些画家又组成了京津派，然后呀我们就开始干嘛了，是吗？杭州那个叫什么然后你又会看到是吗开放了通商口岸以后，广东呀和海外和西方的交流最多，你会发现呀，哎，岭南画派又兴起来了。岭南画派的兴起的原因在于什么呀？就是他把光影的东西又加入到了我们的绘画当中去，是吧？使得呢，使得又一种新画派的兴起啊，这就是我们现当代的一些三大画派，是吧？京津派、海派和岭南画派。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画派哈，是吧？但是在这里面我就不和同学们重点说了，是吧？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觉得文人画有点没落了，是吧？画的现在要不然就是画的梅兰竹菊，要不然就是画的一些很传统的一些东西，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的桌椅板凳呀、生活方式呀，是吧？饮食习惯呀，和古代其实都不一样了。我们又该画什么呢？是吧？是不是又该画那种新的文人画了？这些东西啊，其实在我们正式课程里面，我们真想好好的把艺术的发展史带领的同学们咱们来一块来交流一下。好，咱们今四个粽子我画完了，是吧？很简单啊，和下面粽子一模一样，是吧？加点小绳子就行了。但是呢，整张画面里面呀，你会发现整张画面里面下边几个粽子和上方的几个粽子呀进行一个呼应关系。但是呀，我们下方的一个小樱桃，是吧？这个叫小樱桃什么荔枝是红的，上方没有红的，怎么办呢？我们叫做首尾呼应。所以说呢，我蘸一个非常淡的一个曙红，咱们在这地方点几个小点点，是吧？点几个小点点，
哎，红绳子上面呀，点几个小点点，可能呀，今天是端午节，再给同学们点一个类似于五彩绳的一个感觉呀，是吧？我们这张作品就画好了。同学们啊，今天啊，其实很简单哈，这张作品你看着难，只要你认真画呀，我们都能够把这张作品给它绘画出来，好不好？同学们，我不知道同学们喜不喜欢这节课程，喜不喜欢这张粽子。如果是你今天喜欢王浩老师课上这个粽子的，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哎，是吧？有同学说一动一静，上面的粽子呀，可能被风一吹就动，是吧？下面的粽子是静的，是吧？这叫一动一静。希望呢，同学们能够喜欢。来来来，同学们，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了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了。很多同学说啊，王浩老师啊，是吧？你接下来我还想学一学粽子，你再给我细讲一下，可以吗？也可以，是吧？再让王浩老师讲一讲粽子嘛，可以，也可以。但是呀，很多同学可能对于我们的同学们，这张你还要截图吗？这个你要截图吗？要截图的给老师回复一个一，要截图的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没看到粽子，要不要王浩老师再讲讲粽子？都可以在弹幕区里面给王浩老师说一下。先别走哈，我们还没有结束啊，你先把这张截完图。那很多同学可能说啊，文浩老师，我想把粽子再教一教，是吧？或者是我想把绳子再教一教，都可以。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想先给同学们讲一讲什么，讲一讲我们大鹏教育到底是怎么学的。我刚才给同学们说了，整个正之后的正式课不是现在啊，现在叫做体验课，听完就没了，是吧？你也没办法看回放。但是我们之后有一门正式课程，当你加入到我们正式课程之后呀，我们的体验课程呀，你是可以不限次数反复看的。能明白吗？不像你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现在16节课，我还是16节课还没听完呢。其实不重要，因为今天呀是端午节，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课程，一定要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去了解一下。那在这里面，我给同学们简单说一下啊，我们的基础入门梅兰竹菊，然后呢专项啊